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宇哥。今天这个视频呢，是给你们分享雨吉最新要上市的新产品的介绍视频。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预热了很久的新的雨吉的眼影盘，还有两个呢，是我们新增的工具，两个非常可爱的手拿镜。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会具体的跟你们去做产品的介绍，以及一些产品使用方面的示范。雨吉的新眼影盘呢，其实我已经露出了一阵子了，我相信你们已经不陌生了，那就是雨吉的极物管眼影盘的第二个系列，叫做星系，它的英文名叫做 Chromatic Galaxy， 就是一个五彩的星系盘。这个眼影呢，其实跟我们之前上的那个华彩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设计概念，它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颜色，都是以一个主题呢进行了一个收纳。这次的主题呢，就是以星系为灵感的一个九色眼影盘，外包装跟之前华彩是一样的，主题颜色换成了这种深蓝色，它的外壳呢就是这个样子。它的外形呢，还有它的大小都是跟之前华彩眼影盘是一致的，表面是深蓝色的亚克力，非常好看。它这个颜色呢，就是以星系为灵感的一种浩瀚奥妙的感觉。然后里面呢，就是九个颜色了。看一下这一盘我是没有摸过它的，里面呢还有它的蜡片，上面会写它的名字，一共是九个星球的名字。整体的灵感来源其实是离我们最近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太阳系，但是这个不是九大行星哦，因为如果你很仔细看的话，其实里面有一个是太阳，在这里，里面没有地球。这盘眼影它的整体概念呢，就是非常的缤纷，颜色呢相互之间都是可以互相搭配的，没有一个既定的搭配法则。我今天眼皮上呢也是用的它，适合夏季和春季这样的季节，但是里面也有一些相对沉稳的哑光色，是一年四季都用得到的。实用的眼影盘之上呢，又多一些缤纷，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味性的盘子，也是我希望能够在极物馆的第二盘眼影里面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成品做完之后，我其实已经为它拍摄过很多的视频，也私下画过很多次了，但是我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既定的我觉得这盘它最应该画成什么样子。包括我今天录这个视频，我也想了好久我要录一个什么样的眼妆给你们看，就作为一个官方的露出。其实我真的是想不到，因为它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多了，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彩虹色的盘子去看待，因为它从黄色、绿色、蓝色、紫色、红色，还有一些相对的土色和灰色，还有最中间这个偏白一点的香槟色，它都有。所以其实你要怎么搭配完全是看自己的心情，然后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给自己设限，想要怎么样去画就怎么画好了。包括我今天的眼妆，一开始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想法的，主要的颜色你们可以看到眼皮上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叫做金星，是一个偏绿一点的金色，就算平时用它你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绿的金龟子，它是一个金棕色，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偏绿的感觉。跟平时不太一样的画法呢，就是把这个最浅的这个紫色，它的偏光是蓝色的这个颜色，当做了我的眼头打亮还有卧蚕。其实像卧蚕这种地方，通常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金色啊，或者银色、香槟色这种比较传统打亮的颜色，但我觉得其实蓝色或者偏紫一点的颜色去打亮眼头和卧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其实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了。然后我今天眼妆就这样子出现了，你就是你自己的太阳系。这次的眼影想要表达的感觉就是颜色很五彩，但是像它比较特别的亮的颜色，比如说这些蓝色啊、绿色啊，就不会说是那种很爆炸的显色力，而是相对偏通透一点的质地，在日常生活使用中也不会说很挑人，也不太挑技术，就比较偏向日系的那种通透感的眼妆。针对不同的颜色，我也会给它的压粉力度和显色度做调整。比如说像这个颜色，给它取的名字叫做土星，这个颜色其实是这盘里面灰度最灰的，因为这样的颜色它其实可以当做鼻影色，也可以消除你眼皮的浮肿。像你如果是浮肿的眼皮或者是单眼皮的女生，有这个颜色帮你，你就不用担心这盘颜色你 hold 不住了。
那这个颜色我的压粉力度就相对来说比较紧一点，这样子你取的时候就是少量多次的可以去叠加，我们都不希望你的鼻影是那种一下子就很深的一道嘛，所以这个颜色它相对来说就会压粉压得比较实。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这盘跟华彩的显色度一不一样，其实就光这一盘里面它都有不一样了，所以很难去总结的说它跟华彩是否一样。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有很多的偏光色，很明显这个颜色是这里面偏光最明显的一个，它的侧面看起来是这种紫粉色，然后正面呢是一个很美的冰蓝色，就是我今天眼头打亮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夏天用非常非常的鲜。然后我其实也有出一个妆容是主要大面积用这个颜色的，非常流行今年画紫色的眼妆，这个颜色完全可以当成你眼妆的主要基调。这个太阳，这个颜色我觉得它真的就是太阳本人，它颜色看起来是这种酒红色调的红，但是它的侧面呢会有一点点像火焰的感觉，它有一点点偏金色的古铜色，有一点点偏光的一个红色的金属光，它其实是最像金属的一个颜色，所以这个颜色我把它做成比较显色的，因为这种颜色如果你不够显色的话，它的那个美感就很难被表达出来。这个也是偏光，它是一个大亮片，正面看它是一个偏绿色，但其实侧面呢它是一个深紫色。这个颜色我等一下会具体的跟华彩盘里的琉璃做对比。那现在呢，我就把它们每一个颜色都单独刷色在手上。首先第一个颜色是金星，就是我今天眼皮上的大面积用到的这个颜色，这是一个细珠光的粉质，颜色有点点像金色，又偏一点绿色，很日常很日常的，你完全可以每天去用。它的粉质呢也是偏通透感的，这个是两层金星。第二个颜色是天王星，是一个偏光大亮片，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亮，它的亮度跟琉璃很像，看一遍的效果，侧面看是深紫调的，正面看呢就是绿色，如果你用手轻轻的把它拨开的话，它亮片的颗粒感会更明显一些。它的那个冰蓝色真的超级的超级的鲜，然后它的质地呢跟刚才的金星很像，通透感的珠光，很偏日系的那种。然后这个颜色如果你要是迎着阳光去看的话，它那个蓝调会更明显一些。第一排的三个颜色，金星、天王星、海王星。第二排第一个土星，这个颜色是这盘里头的万能打底色，也是一个鼻影色，很细腻很好晕开的质地。对，我的手好像有点湿，但是这个粉质你们摸到就会知道它非常细腻，而且显色度刚刚好，然后它的灰度也是不会说很灰的那种，显得你鼻影会发青，这个颜色不会，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当它是鼻影色，完全可以很轻松的晕开。水星顾名思义它就会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基本上没有什么底色的闪片，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盘面部修容双色盘，你们看它的侧面几乎就是没有任何的底色的，但是正面非常闪。我今天就是想给你们示范一下用这个，其实也可以当做高光来用，用一个这样的小刷子或者直接用手指也可以蘸取这个颜色。看到吗，它不会是那种一道白，就是你从这个角度就看不到它了，但是你迎着光的时候它就会亮起来，手指我觉得会更亮一些，注意这个位置哦，发现很亮，然后你稍微把它涂开就好了。
也非常可爱。因为之前华彩盘里面的唯一一颗打亮的那个颜色是偏金闪的，所以大家很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打亮色，所以这次星系我就做了一颗这样的水星。冥王星是一个哑光，但是里面它有很碎小颗粒的闪片。这盘眼影里面呢，我不希望说有一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深，这个颜色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深的了。你们可以看到它有点像摩卡巧克力。我觉得如果这盘里面有太深的颜色，就会让其他的那些通透的感觉的颜色有点变浊了。冥王星的颜色呢，我也是相对来说做的比较不显色一点。然后你也可以用它少量多色叠加你的眼尾，你想要多深呢你就画多深，不想太深的话呢它也可以不用太深。然后我先来上两遍，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光泽感在里面。第二排的三个颜色，土星、水星、冥王星。第三排颜色是整个盘子里最暖的一排了。太阳这个颜色它最好看的时候就是你用手指蘸取它，你们能看到它那个偏光感，它就像一个火球一样。这个颜色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它就是这盘里的太阳。刷出来的颜色是很显色很显色金属光，爆炸显色。这个颜色我要跟你们讲，如果你用刷子蘸取的话，最好是稍微把你的刷子喷湿，不然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飞粉。它算是偏光金属光的质地，但是它的粉相对压的没有很实，所以你取粉的时候我建议你要么就是把粉抖得比较久，要么就是把刷子蘸湿以后再去用它。这是一遍而已，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上第二遍了吧。这个颜色我也专门用它为主色画了一个眼妆，非常的妩媚。火星就是一颗正儿八经的红色啊，然后是哑光的。这个红色的显色度不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我希望你们不要下手太重，甚至可以当腮红。是不是没有非常可怕？可以很轻松的晕开。如果这个红色晕不开的话，它就会非常灾难，所以这个颜色显色度我是做的不是太高的。我再刷一层，你手轻一点，真的可以拿它当你的眼下这个地方的那种烟熏画法，微熏妆容的那个腮红来用了。然后最后一个颜色呢，就是木星，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个姜黄色。这个颜色我相对来说压粉是比较松的，你们用的时候要把它粉抖得比较彻底一点，不然你可能会上色太多。我今天的眼睛的眼尾就是用了这个颜色，看得出来吗？有一点点姜黄色。你甚至可以直接大面积用它做打底，出来的感觉非常的港风，哑光色的姜黄色非常好看。这第三排所有的颜色，太阳、火星、木星、华彩跟星系的相似色对比，它们两个的特点呢，都是里面有一些非常日常的颜色，也有一些很跳脱的颜色。星系的跳脱色会更多一些。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了很多大地色系或者很实用派的眼影的话，我相信星系一定会第一眼就吸引你的目光。那华彩的话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的话，这两盘也是不打架的。然后我来跟你们对比一些比较相近的颜色好了。这个是琉璃，接着呢是星系的天王星。天王星很明显就是偏绿的，然后侧面看是最明显的，天王星的侧面是紫的，很明显的那种。我来对比一下这个打底超级受欢迎的这个打底色白茶，土星的灰度就明显的要比白茶高很多，能看到白茶都有点偏粉了，但其实也还好，你在眼皮上不会觉得它很粉。赤桃跟火星，因为赤桃跟火星有一点点相似的画法，就是当做眼窝的颜色。赤桃啊，我还是好爱赤桃色。这个是赤桃最爱的眼窝色，
因为我吃桃色本命嘛，就是很喜欢这个。火星的红调就更明显了，甚至有点偏草莓，少女感多一点。还是差挺大的。然后这个颜色就是更加日常土棕色、橘棕色的感觉。我觉得可以相对总结来说，华彩它的整体的配色呢是偏土棕色、暖棕色调的一个大地盘。星系呢就相对来说色调没有那么的局限，它其实完全不可以用一个偏暖偏冷去概括，也是更加多彩，可玩性会更高一些吧。星系盘其实它整体的包装上面也做了一些改动，它整体的包装跟之前的华彩是一模一样大的，也就是同一款包材，对于我来说是大概手掌大小，有些人来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大吧，然后它们的厚度啊都是一样的。然后华彩它的配色是白色加哑光的金色，星系的配色呢是深蓝色的亮面亚克力配一点点浅金色，就是整体的感觉会比华彩更通透一点。然后后面有它的底标贴，这个之前在出华彩的时候就有人说希望能够有一个底标贴，所以这次星系呢我们就专门有做一个，这样你就可以从后面就看到里面的每一个眼影的名字，然后也可以记得这盘眼影的名字叫做极物馆眼影粉盘星系。然后里面呢打开，这个是我自己用的，所以可能有一点点脏了。这个蜡片也是我们专门有帮它做一个折痕，这样子你在放进去的时候它就不会歪七扭八跑掉了，是一些比较小的更改。有一些顾客会反馈说它的这个上面太重了，其实整体的重量上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我们会在新的星系的这个地方螺丝拧的稍微紧一点，这样子你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它是可以立住的，包括这样子的时候它也可以立住的，就保证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桌面的化妆镜来使用。这个镜子是非常高清的，非常适合用来化妆，有一些小小的改进吧，跟你们分享一下。价钱方面呢，这两盘都是极物馆系列，所以在定价呢我们就定的是一样的，都是139元的日常价。但是因为这次旗舰店我们开业，想要做一个比较优惠的上新价，就是这一盘还有华彩我们都一起做活动，这个是109的上新价，那这个就是109的活动价，两盘你可以一起购买，或者你可以买两盘这个，两盘这个都可以，第二盘减10元，所以这两盘在一起买的价格相当的划算。之前有人问我为什么说这个上新的时候没有那么便宜，其实我们也有给他做活动，就是上新的时候我们有送一个眼影刷，因为其实最早期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要为任何产品定制上新价，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去年6月份，然后直到后来的产品我们才有做一个上新价，为的就是能够给粉丝更多的优惠吧。然后最后呢还要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次我们要上市的两个手拿镜，就是这两个手拿镜，一个就是赤桃手拿镜，一个是各种桃手拿镜，颜色上面就很明显了。赤桃这个呢就是比及最早期的一个品牌色，所以这次呢我们就先出了这个赤桃色，纯色的，非常非常耐看。然后它们两个都是磨砂的手感，有附一层磨砂的膜在表面。这个各种桃的手拿镜呢，你们可能会觉得它的图案就是一根一根的而已，其实它也是有来历的。这个其实为什么当时想要做呢，就是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设计稿，我的刷子的刷感还有口管呢就是这种形状的嘛，其实就是几何形的，包括这个地方，这个其实呢它也是真正的一个我们的刷杆的大小，它就是姜桃的散粉刷的口管，1:1的大小，就是截了这个部分把它放进了这个桃里面。然后这个是某一只青桃的刷子的刷杆，我其实有点忘记了。然后这个是赤桃的，你其实看它，它不是直上直下的哦，它是上面宽下面细，对，某一个眼线刷的口管我记得。然后这个呢其实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未来要出的刷子，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回答大家，包括它叫什么名字
其实它也不是叫蓝桃，我会在之后跟你们讲具体这个代表了什么，你们可以先把它拿回家，然后就会到时候组 CP。 对，然后这个颜色呢就是很多彩，比较活泼一点，如果你比较想要选经典耐看一点的，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挺耐看的，但是它更活泼一点吧。对，两个我都很喜欢。如果你平时化妆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手拿巾还是挺方便的，你要是画睫毛啊，或者贴假睫毛，还有就是遮瑕，特别是痘痘遮瑕，有一个这样的镜子还是挺方便的，你就不用说一直伸着脖子，手拿镜就可以帮助你找一些比较好的角度去刷睫毛，这样你就可以防止自己长抬头纹。对，反正这个小镜子呢，我们这次也是有上新价的，非常划算。这个呢原价是39，上新的时候是35，这个原价49，上新的时候39。对，这个会贵一点，因为这个的印刷是五色印刷，这个是单色印刷，所以其实这个的成本会高一些，相对就会贵一点点。好啦，那就是这次所有的新品的介绍啦。未来所有雨姬的产品都会在旗舰店上新，之前的我们的淘宝的 C 店呢就不会再做任何上新了。如果说你想要去买雨姬的产品的话呢，我们都希望你去新的店铺购买，因为新的店铺我们会保证价格和活动都比淘宝店的要更优惠一些，也是为了让大家意识到要去旗舰店了。然后也希望雨姬开了品牌的旗舰店之后能够各方面都更规范，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品牌，对，也是我希望它能够走的方向吧。如果你是之前雨姬的老顾客的话，你也不用担心，虽然说淘宝店跟天猫店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我们都会手动帮你把你以前的积分挪动到天猫旗舰店上，这个都是人工去操作的，但是需要你在天猫旗舰店先购买过一次之后，我们才能帮你进行这个操作。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你没有购买之前就拥有你的客户资料，所以等到你购买过一次之后呢，你的积分就会全部都去了旗舰店了。在旗舰店呢也会有相应的会员中心来帮你做不同等级的会员优惠政策，希望能够让大家满意吧，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然后如果你们对那个色彩教科书还有兴趣的话，也还是可以兑换的，2999就可以兑换纸质版的色彩教科书。好啦，如果你感兴趣这一盘的妆容的教学的话呢，也可以去看我频道上这盘的教学，我有出3个不同的妆容。对，希望你会喜欢新戏盘吧，然后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